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可以攀爬上去看，看到一个那个乐视破碎机的一个进料情况。来，就看到这个位置没？平时看乐视破碎机破碎呢，就是这个位置。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计，就是很重的，这个就是一个防止这个石料飞溅的一个防撞板，可以，这是可以伸拉的。可以看一下枪体，带棒条的一个三分。这个也加装了一个防飞雷的防护罩。